请问上师，受八关斋戒不能歌舞音乐，但是我是一名音乐教师，受戒当天我能在课堂上歌舞吗？如果不能，我职业如此，还能够受这条戒吗？如果当天呢，就是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话，那就是收可以收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音乐啊作为供养三宝的啊这个供品来啊这个做这工作就没问题了。